家好，欢迎收看嘉哥 Vlog。今天呢，嘉哥要去参加 Wonderland 的杂志的活动，我想说跟你们分享一下嘉哥参加活动前化妆啊，然后还有拍照的一些过程。首先我就要去我的仓库选择今天化妆的东西，我第一次公开给你们看一看嘉哥的仓库。 Hi Sunday， 你在这等着吗？ Say hi， 中午好呀。好了，妈妈要开始工作了啦。孟家首次公开女明星大仓库，真的，这里就是我的大仓库了。然后有很多品牌爸爸们送的化妆品、口红，还有擦脸的东东，还有一些杂物什么的。今天想要化一个比较跟以往不太同的妆，想说今天我的礼服是很有一点点性感，所以就想要化一个比较以嘴巴为主的一个妆，睫毛可能贴的比较亮丽开阔一些的睫毛，妆感的话就不想要太重。先选好了一会儿给你们看我选择了啥。是的，各位看我 vlog 的朋友们，今天嘉哥的这个 vlog 主要的不是想要跟你们介绍妆容，主要是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昏暗的地方用手机的闪光灯也能拍出来很好看的照片，这是今天嘉哥 vlog 的主题，跟你们分享用手机拍照。所以妆容不是那么的重要，简单的给你们看一下我刚刚去仓库选的。今天呢，我选择的是棕色系的，嘉哥一直以来好像都是选择棕色系的眼影来画，想要就是看起来更深邃一点。好，废话不多说，我开始化妆了。突然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啊！大家还记得这个包包吗？我在长沙的星巴克买的，这是我的刷子的包包，所以我会定期的给它做清洗。哇，最近我看很多美妆博主有那种沉浸式化妆，我来尝试一下，敲出重重的响声。我都不知道这沉浸式能不能收到我的声音。我觉得我的这个沉浸式化妆失败，哎，我还是化好了给你们看吧。来，给大家看一下我正确化妆的方式。看电视剧，然后乱七八糟，这样化妆才是真正的嘉哥化妆。前面的那个 so much look。Hello， 集美们，我终于妆发完成，我准备出发去酒店拍定妆照。现在时间大概是2:30，然后我们到那儿需要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今天我的妆呢，就是我的妆是眼线呢做了一个小心机，可是其实被我的头发挡掉了，看不太见。然后嘴巴就是暂时性的用了这个颜色。好，等一下试一下那个绿色的大礼裙是否适合这个颜色。好了，我们一会儿在酒店再相遇再相见，给你们看一看绿野仙踪的感觉。绿野仙踪 Wonderland、Magic， 这里此刻要有个音效，是的，好，转场走。别说你不想，你很想，到头来想一场，我只是帮忙，帮你把你这都弄放一旁。 I make a drip boy，I make a drip boy. I make a drip boy. D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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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ip. Later. 非常的开心，今天拿到了一个奖杯，它又可以进入我家的奖杯池了。是不管什么样的颁奖典礼，只要给到我一个奖杯，我都会特别的开心跟欣慰，因为我觉得不管奖的大小，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认可，
所以非常的开心。今天为了那个裙子，就早上喝了个美式，然后吃了个小蛋卷儿。我马上就要到家了，可以吃饭了。谢谢你们收看我的 vlog， 希望大家也可以像嘉哥一样，每天开开心心，学业天天向上，业绩也天天向上。记住要经常收看嘉哥 vlog。